大哥，什么？我们准备去卖桃子了。我不去，我还去卖桃子。干嘛？干嘛不去啊？我要去取姐的。你去接她？嗯。你打电话给他们有些。打了没有？等一下打。那你都还没打呢，他们在不在家呢？他不在，等一下我过去，我晚一点过去，他就在那里了嘛。那也得了。你要带点东西给他爸妈，是吧？应该不会带什么。要带一点啊，你是不是？买点牛奶啊、哦，牛奶。嗯。卖桃子你去。那我自己去，你们。到那个地铁站，你应该我卖。嗯，记得今晚把他带过来哦。我一出去100%的。那么有信心的。你以为女的很难带的，是不是？是很难带的，我就不信你哪来的自信？今天我就搞不懂了。很多网友都说你奶奶哪来这个自信呢？长得帅啊，帅啊，好像这个脸也不是很帅啊。但是有些人说我长得帅，不知是不是讽刺我，我也不知道。对，不跟你说。哈哈，不跟我说，那你感觉这个脸是不是好吗？都自夸的。啊，自夸的，那自夸的，卖桃子去。嗯，这个桃子。要拿去市场那边卖，因为现在熟了都不敢发货。好是很好的，就是发快递的时候它那个容易扔件就坏了，但是拿去市场的话都还可以。这个很漂亮的，就剩一些，然后呢再留一些，到时候做那个罐头吧。做罐头的话，到时候有朋友们要的话呢，可以可以说一下，做多的话呢可以给你们一点点。但是这个运费要给的哦，不给运费做不了哦。这个现在很甜很甜的，这里有几个是坏的。哎，你不去接徐姐了吗？没有啊。为什么？跟你一起去嘛。为什么？你自己去不得了吗？不用拿桃子了。去不去了？你刚刚你不说你自己可以的，你说那么帅的，肯定会过来的呀。我后来万一等一下他不过来了，又没有危机了，是不是嘛？应该会回来的。你去嘛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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要对自己有点信心。原来有点信心的，好像这次信心不到够。为什么？去不去嘛？顺便去阳朔看夜景。你可以问小九，小九去不去嘛？把这个整理好。小九睡觉，他在楼上搞卫生呢。他去不去？那你要问他呀。不知道。我一个男的，我也不好意思说什么呀。啊？要问小九一起嘛？那问他不知道去不去？问了谁啊？你问小九嘛。嗯。这个笋干要，因为现在仓库空了，所以呢要把这些。乱的这些料品整理好，要不到时候这个仓库太乱了。刚刚大哥还盛权在握的，嘿，我去的话肯定接得到回来了。现在又不敢了，怂了。